好，当然，今天下午要抢最后一张世界杯男篮赛的门票，而中华队和南韩要争季军。中天新闻记者陆怡已经前进菲律宾，我们发现了这场这个门票呢就已经大爆满了，现场甚至有人已经卖起了黄牛票。啊，你这张票原本是150 peso， 那你后来是？后来买了1500。有位置坐吗？没有，要站着。怎么会十倍价格？对。怎么会想要花了十倍价格来买？就真的非常非常想要到现场去为中华队加油。站着也没关系。站着也没关系。